你我何缘中见？先生，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呐，苍天有眼呐！三天未曾进食，伤痛自责，痛苦如灾。学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说句实在话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可今天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对先生来说，李将军没有死，这比破获什么大案都要高兴啊。先生，您上轿吧。不，走走啊，走走，难得呀。是，恩师，而今元芳丧失了记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会有办法的，让我想一想啊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